我喜欢你。 任总，今天说的话还算不算数啊？让我留下来过夜。当然算数。只是我听到这个答案有点惊讶，因为我也喜欢你。开什么玩笑？我看起来像是会开玩笑的人吗？你应该忘了那天发生的事情经过吧。 早就忘记了那天喝了那么多，但我很清醒。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任总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你要负责什么呀？既然如此，我不介意带你重温一下那天发生的事情。不用麻烦。那天你躺在这个床上，而且是你主动的，还需要我具体描述一下我们之间发生的？ 描述的事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发生任何事。你那天起来明明连衣服……嗯，明明怎么样？继续说。明明你是跟胖圆圆睡在一起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怎么会喜欢你这样的人？当我没说过。再见。回家。 瞬间闪耀着我们存在，梦想也是这另一个舞台。原来自己一直拥抱着爱 ，So colorful my satellite of够了没？任总，我是特地来恭贺您乔迁之喜的。没想到你连宴席都为我准备好了，看来心里还是有我的吧。<笑>没错，我就是对你另有企图。 这样你就害羞了，那我们还怎么继续呢？你刚才位置错了，我帮你。我吃饱了，改天继续吧。 感谢阮总英雄救美，我们的比赛还在进行，前二位。这不是我少女时代的梦境吗？为什么当它真的实现的时候，却显得那样不真实？ 做什么意思？第一，只要我有任何需求，
你必须24小时随叫随到。什么样的需求？第二，告诉我你家的密码，保证我可以随时出入你家。伊娃小姐，请你自重。嗯，我只是想让你给我做饭啊，怎么不自重了？做饭？嗯，假 CP 真饭伴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同意，快签字吧。